双手踏起来的家，我最酸的苦涩也带在咱心底。梦想有我带咱的爱，就一定有我多。咱总是认真地过，嘛着用心体会，为今日甲时势。行过人生的考验，才相信幸福是咱的。有的苦会回家，有的痛会搁来过，有的爱需要时间来见证人生的美丽。对着梦想世界去飞，感谢你嘛无怨气，幸福的日，圆满的月，在咱的门口定。你嘛有看到阮家的环境啊，啊，阮也无啥钱，啊，以后嘛无法度留啥物给闽厝啊。你是唔通去嫌阮闽厝啊呢？你莫安尼想啦，闽厝伊是成功大学所属的高工毕业，啊，我才国校毕业尔。恁对伊遮尔看重，专心致志栽培伊，我哪有可能家去嫌？而且。恁厝对我这么省心，我阁感觉我甲恁骗较济。听着你安尼讲哦，我着安心啊啦。你真诶毋免替阮烦恼，阮少年人好卡好手，以后要过虾米款诶日子，拢爱靠家己去打拼。讲恁厝会当熟悉你哦，真正是伊诶福气啦。安尼这么体贴。搁这么大心着，阿爸啊，饮茶啦，歇歇歇，你歇一下，阿姐我来。哇！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哦，这是正寒季啦，啊，这边菜园也无偌大片。哦，啊，你即马安尼愈做愈大片，安尼，敢会伤忝？袂啦，即马拢嘛做身体健康诶，迄菜拢家己食，啊，食袂起后拢嘛搁起卖咧。哦，啊，热甲下啦，卖做啊，来啊开讲啦，来陪阿爸开讲。哦，好啊。哦，今仔日日头吼有较赤。哦，那这种时阵吼，你很快出来拍。伊哦，也过来遮济，遮红。好。阿贤基啊咧。哦。伊咧陪阮阿母开讲啊。哦。时间过得真紧。会记得无偌久的时阵。恁才伫咧门口定咧撞来撞去，啊，赶要上课，啊，赶要看牛，恐白一个呢，连咪带女朋友来咧翻看，啊。囡仔啦，时间过得足紧嘞。啊，无带咧吼，责任就无共啊嘞。咱们一个查某囡仔吼，安尼辛辛苦苦饲到遐大汉，啊，肯要交乎你，你着好好共疼惜。阿爸，这我知影。哟，啊，你搁几几个着要退伍啊嘞？你先拍算。我想讲先搬倒来厝里住，啊，然后再去找头路啦。哦，啊，贤基啊嘞，
因囝仔应该会继续住伫啊台中，啊做裁缝的工课。啊，毋过阮会常常写批，啊，阮若有闲的时阵吼，我嘛去台中找伊啦。阿爸，我也真用心经营这段感情。会当找到一个有缘的人来做伙哦，是足无简单的，你得好好保守。我知影。啊，人吼一条路这么远来到咱家，明仔载哦，就带人去四界行行踅踅咧，人人囥在厝的。我知影啦。哎，来，阿爸，来，加加工，加加工。家己腌的，手剩啊，长的哦。好，好，阿母，你做这足好食的。好，多谢阿母。阿公，我再食看麦。好，真好哩。阿母，阿你嘛食。阿伯。嗯，好，多谢多谢。这我来就好啊啦！你莫跟我客气啦，透早找一挂代志做，较有精神啊！你真正哦，足捌代志，足乖巧呢。阮闽厝啊，会当熟识你，算是好运啦。阿姆，好运的人是我，会当熟识亲像阿伯阿姆这样实在客气的人，我嘛足想要把我上好的一面表现给恁看。啊，不过我会晓做的代志，实在是无讲足多。我样做诶代志吼，嘛无济啦。啊，日子安尼一天一天过哦，行到遮，会当看到阮闽厝啊，带伊佮意诶人转来互我看，我嘛感觉足满足诶啊。阿姆，我最近嘛有一件代志，互我感觉足满足诶。啊？啥物代志？因为熟识着闽厝。有一个了解我、珍惜我的人陪在我的身躯边，伊对我足温柔、足体贴的，我真的感觉足满足的。来，无再互你死啦！好，多谢阿姆。阿姆，阿姊，我嘛来斗相共，你伫遮，阮家无用，出去啦。哦，阿姊，出去啦，乖啦。哦。早，欧明厝，你真正是赚着、哦？我赚着，赚着啥？我阿姊会晓做啥赚钱，佮会晓拼厝来照顾囡仔。你讲，你是要去倒位找比我阿姊佫较好的查某囡仔？你讲的有影啦，无得找啊啦。嗯，若是阮阿姊最后决定要嫁予你，你是毋是爱对伊佫较好的？而且吼、哦。爱尊重伊，保护伊，让伊幸福美满一世人，对无？哦，知啦，这是应该啦。我警告你，你若是哦惹伊无欢喜，惹伊生气哦，我绝对袂放你煞，知无？知啦，这我知影。嗯，安尼就对啊。就是予你早当个煮啦，啊，唔伤济啊啦，啊，袂讲紧啦，变出来甲你倒摕啦。哦，我来摕啦。无啦，我来倒摕一挂啦。来，这个我。哎，哦，我揢到遐尔重，这个啦，这较轻啦。多谢阿伯。阿爸，我先来去。哦。啊，好啊好，啊路爱注意啊，啊，共查某囡仔顾好哈。阿母，
我知影啦，阮来去哦。好，有闲才过来哈。好，阿伯，明仔见。再见，再见。我就欣赏阿伯阿姆的。安怎讲？因为安尼朴实简单的生活是一种足难得的幸福。老大人认真卡，拢嘛安尼。我来帮你提一挂啦。我来当提啦。免啦免啦，我提落啦。行，好势，哎，好势，真骨哦。兄弟啊，啊，一座路这远，会忝袂？袂啦。啊，敢袂？佩珠啊，阿弟嘞，你会忝袂？我当然嘛会忝啊。是安怎会忝？啊，我看恁两个人遐尔啊客气。我看了是来足忝的，啊无安尼啦，恁两个人哦，偷偷啊伫遮讲，啊我卖做电火球啊，这物件我摕就好啊，好，好好讲哈，我先摕去。哎，妹妹子，你来工作就走啦。无，来去。去倒？去食冰。你在忙啥？你无啥钱哦？无钱就无钱，我等下当家己付啊。不是要早啦，是早无够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小等下食饭了后吼，你先付钱，啊以后我才付你。你无聊，我唔是无钱啊。这是我的原则啦，啊是我招恁出来佚佗的呢，所以付钱是我的责任啦。飞弟，你要还我钱，我不会啦。哎呦，啊，咱欢欢喜喜出来佚佗，莫为了这种代志咧破坏气氛嘛。啊，你的意思是我唔对？我无讲你唔对啦，只是讲哦，我无可能给你付钱啦。我的钱就唔是钱，我无想要安尼直直开你的钱啦。贤姬啊，你莫去讲啊啦，你要讲我会愈生气啦。你休假的时间唔是要到啊？你紧走啦！走啦，兄弟啊！啊，那呢，我先等你部队，你要注意安全呢。我当然知，免你讲。啊，这阵啊，阮部队代志较多，我可能有一阵啊，无啊多人要来看你，你要保重身体呢。
你若是有心事，你会当甲我讲啊。啊，但这食饭时间歹去食饭，一个人但这乌白受。咱什么时阵变成会当讲心事的朋友啊？我甲你讲，赵伟，我知影你心肝善良，也毋过个性反比吧，又搁未晓讲话开始啦。个性反比吧，未晓讲话。迄、那个王敏厝最近拢无来找你，恁两个应该毋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冤家哦。伊咧做兵袂当出来，而且我嘛毋是冤家。唉，咱两个拢差不多啦，你的心情哦，我会当了解啦。也毋过，你敢有感觉？咱常常哦。这性地无法度控制，迄话哦，噗一下就出去，所以感情就安尼拍歹去啊。无解答，无解答。阿春，我就想要改，啊，毋过都改袂掉，而且我本来就是安尼啊，要甲我做朋友，毋是爱有心理准备，无就是爱照受我的个性，无吼，就煞煞去啊啦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哦，阮大家拢爱配合你吼。安尼落去，我身躯边的人，佫会当配合我偌久？忍受我偌久？啊！我感觉要甲人斗阵，真的有够麻烦的啦。啥物麻烦？若无人甲你安尼来来去去做朋友，你才会孤单嘞。贤姐啊，你敢会当去替我买两块红豆仔饼？两块红豆仔饼，拜托你了，去了。阿春姐啊，等你啦，赶紧买啊。好啦。食便当。阿春姐啊，我这边。知啦，赶紧啦。是啊。哦。贤姐啊，最近阮部队的代志较多，所以拢无来看你，歹势啦。我嘛爱甲你歹势。顶下咱分开的时阵，我的态度无好，让你无欢喜。莫你讲啦，代志过去就过去了啊。啊，是安怎啦？上次邀请恁去阮家，我本来是想好要让恁快快乐乐出门，欢欢喜喜回去厝里。哪会知影讲尾啊，煞因为钱的代志来破坏气氛啦。出去给我付钱，真正这么哈尼无欢喜哦？你查甫囡仔呢？钱的代志爱阮查甫来处理啊。照顾家庭，互某囝过着安定的生活，是阮查甫人的责任吗？哎呦，这等你退伍了后，再来想就好啊。贤姐啊，是讲退伍了后，我会搬转去阿恁和阮阿爸母住。啊，你住伫遐台中，迄长途电话费足贵个呢，咱敢若用写批尔。啊，若想要见一面，就爱开车钱，搁爱开时间。你看，这是啥？手啊。我会当用我的双手做足侪足侪足水的衫来赚钱啊！姐啊，我知影你真好啦。我最近咧想讲哦，我退伍了后前途茫茫，毋知有法度通去赚着钱维持一个家庭，啊嘛毋知影讲哦爱做甚物货，才能让某囝过着安稳的生活，想想咧压力足大个。你免烦恼啦，啊！你看，这路是人行出来，有问题拄到，解决就会当啊。
啊，不过我要退伍呢，问题随时就会拄到，啊，时间我若无法度人去解决，安尼要安怎？贤妻啊，歹势啦，我毋是超过伊要讲这個，来互你烦恼的。袂要紧啦，啊，不过我足欢喜你会当甲我讲你的心内话，只是我毋知你的压力遮尼大。能吃吧？有啦，帮阿些生吃足饱的。对啊，好。阿爸母恁转啦，阿喜秀食甲安怎？哦，做青草的哦，我来帮您倒地啦。啊，大拢迄抢迄包菜买啦，我看无一道剩的。哼，到时阵啊，我若是要娶新妇，还是要嫁查某囝时阵哦，我要甲阿贵请教一下，看迄个中波菜哦，有得请来。配菜嘛，配料袂歹。啊，佫有啊，新娘穿迄身衫哦，较怪气嘛。嗯。哦，落重本哦，我看即个娶这新妇开袂少钱。妹仔，安怎袂睏？小弟小妹嘞，因两个睏啊。你是烦恼讲今仔暗我酒会啉伤多对无？放心啦，你甲我靠近话哦，我拢放在心肝内。下暗喜酒哦，我敢啉一丝丝啊嘞，啊！多谢阿爸，有甲我的靠近听入去。你添只衫，是要送予闽厝的哦。甲你做予你阿爸迄领衫，共款布料。是啊。看起来哦，我们同好准备替你办喜酒啊。嫁娶真正要开遮侪钱哦？还无一定啦。啊，不过这是个面子的问题。啊，毋是偷偷嫁娶，总袂当恁啊，点点拢无消无息，吼，应该办几桌，都爱甲亲戚朋友啊报告一下，互大家来遮闹热一下，欢喜一下，包一个喜气，吼。是安尼哦，我感觉结婚是两个人的代志，毋免办到遐尔啊粗糙，嘛无需要请大家来食这顿饭，用这种借口来饮酒。无，你即摆是讲啥啊？办喜事是好代志呢，捡你讲个秘书办这是为着要专工来饮酒食饭尔，这么欢喜的代志，捡你讲个这么热切，啊？我就是感觉安尼啊，我要去困啊。啊，等下，你讲个什么话啊？我讲的是实话。讲实话你？哎呀，好啊好啊啦，去困去困去困。你听看伊是讲啥啊？好啊，不会。哎，什么口气？啊？睡下睡下，你来困。苗仔，我来去上班啊。等下，阿爸，什么代志？我问你哦，迄个民宿啊，当时有听哦？差不多搁有十外天，阿爸问这要创啥？你跳过问看卖，看伊当时有闲哦，来厝里坐坐，我有代志要问伊。阿爸，你要甲伊讲啥？问啊济要创啊？我叫你找伊来啊，就找伊来，莫问啊济，来无？最近部队有较好无？多谢你，食会饱，睏会饱，袂歹啦。我先来去。我送你啦。兄弟啊，阿伯叫我去处理。有甚物想法啊？是毋是想讲阮家家境无好，还是我事业未开始无收入，对我咧未放心啊？我嘛毋知，啊，毋过应该毋是你想的遐啊。希望毋是啦，啊是讲我即摆已经无假，啊我若要去恁家拜访阿爸阿母，可能要等候退伍迄天啊啦。无咱约迄个时间。啊，我会甲阮阿爸母讲啦。
啊，才拜托你甲阿伯讲一声，啊，我来替人领保下底鞋啊，我先来。我来谢你哦。民主没问题啦，真的吗？啊，不过我就惊阮阿爸家出什么难题呢？啊，你不是讲你阿爸第一届看到伊的时阵，啊，就足喜欢民主，啊，佫想要收伊做客囝？是啊，啊，不过民主马上就要退伍啊，以后嘛不知会安怎。这一个住台中，一个住南部，嘿，你要见面就真困难啊！安尼是要安怎维持感情啊？会当写批啊？写批袂赴的啦，迄批寄来厝的时阵哦，看的拢是前几工的心情甲代志，哪有法度甲迄种会当两个人见面安尼较温暖，袂比的啦？阿春，减讲两句。我讲的是事实啦，你点灯了。阿母，哪袂困？我困袂去啦。困袂去啊！好啦，阿母吼陪你开讲，呀，安坐。坐。啊，是安怎？我毋知我即摆会当安怎做。恁厝退伍了后，伊就爱转去南部。安尼，阮要安怎维持阮的感情？啊，佮有，伊若找无头路，伊是要用甚物饲这个家？啊，我若佮伊结婚，我感觉都会去南部，安尼阿爸母要安怎？无人照顾，所有的问题拢无答案，我真的足惊的。啊，对啊，阿母。你当初认识阿爸，决定甲阿爸做伙的时阵，敢有拄到这么多问题？我是无啦。我吼都拢戆戆啊过，啊问题吼还未发生之前吼，我是未想遐多啊。未想遐多，安尼要安怎提前嘛做决定？你免烦恼啦，不管你拄到啥问题吼。阿爸甲阿母永远是你上大的靠山啦。阿哥边厝啊，哦，你看伊哦，真珍惜你、尊重你。你若拄着代志，你有甲伊参详，看要安怎解决就好啊。啊，不过对阿爸，边厝嘛无把握，伊惊无法度甲这个家照顾好。我知影伊咧甲我讲的时阵，我爱甲伊鼓励，我爱甲伊支持。啊，不过谁知以后会发生什么代志？阿姨，阿母跟你讲，不管你安怎不安、安怎紧张，你嘛是爱去面对你的问题。你不如吼，就放较轻松的，较乐观、较打拼去想看卖，要安怎解决你的问题。像阿母，带过来的时阵哦，嘛什么拢未晓，什么拢唔捌。阿母讲，我有我的理想，我有我的目标，我都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来完成我的心愿。阿母，你的心愿，阿母的心愿就是吼，把这个家还好好，找出对翁婿、对囡仔上好的方式，把你吼当强勇大汉，
看恁大家拢变作一个吼政治有路用的人，然后看恁成家立业，这都是阿母的心愿。讲下晡要请假，讲是闽厝退伍，要去恁家拜访。对啊。我做甲袂记时间啊啦！你着会卡细，你莫伤赶啦，紧紧紧！退去。这是我去替你求的啦，你莫甲我笑讲我袂成哦。你会当把这当作是我予你的祝福，因为我真正足希望你甲闽厝会当顺顺利利的。头家娘，多谢你的祝福，多谢你的心意，我甲闽厝一定好好把握，好好加油。好，好，安尼我来去啊。哎，两位卡细里哦。兄弟啊，你哪在遮啦？哦，我伫遮咧想一挂代志啦。有我伫你的身躯边，我对你有信心啦。不管拄到啥物问题，咱拢做伙解决，好不好？嗯，行啦。阿伯，我甲闽厝回来啊！啊，恁两个哪会做伙回来？啊，拄才伫门口头撞到啦。哦，安尼哦，是讲闽厝，你真正福气哦。兴起阿母哦，当你准备点心，你就来，真正有口福。阿元哦，闽厝因来哦，你点心紧捧出来哈。哎，闽厝，阿姐。哈哈哈！哈，阿母，这边是这边。来。哎呦，闽厝啊！哎呦，你来呀！阿妈等你足久啊呢。阿妈。阿妈等你足久啊。来，阿妈坐啦。坐，你话坐吼，真乖的。坐啦啊！坐啦。啊。闽厝啊，啊你今日退伍，当时要回去过哟。因还没回去啦。哦。啊，我行李拢已经款好啊。隔离营区内面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但真正买楼，伊就暗顿。我惊讲哦，生活到高雄，无公车通去坐啦。哎呦，安尼随来就要随转，留咧敢唔好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来，秘书，来，饮茶，吃点心，哦。免客气啦。来，这炸转去。阿妈，这我袂用去收啦。哎呀，莫跟我客气啦，这毋是要给你啊，是要拜托你吼，早转去给你阿爸阿母啦。多谢阿母。啊，明珠啊，啊刷落来，留神拍什么？刷落来，我就要开始为着我的前途来打拼。转去南部了，我先去找头路，爱脚踏实地打拼赚钱。袂予相信我的人失望。虽然讲我含贤姬啊暂时无法度做伙，啊，毋过我对伊的感情绝对袂变质。我一定为了阮两个未来好好打拼。阿伯，
请你对我放心。元吉啊，啊，你的想法呢？我虽然闽厝无欠本，啊，不过我会晓趁钱，未来嘛无一定啥物代志拢爱靠别人。虽然袂当定定见面，啊，不过我相信闽厝对我的真心，我愿意继续甲闽厝来往。哦，恁两个想法吼，拢足正确的。啊，两个人搁这么义爱，阿嬷哦绝对赞成的啦。都毋是无良心的，较无赞成讲。好啦，闽厝啊，我看你要等于甲恁阿爸阿母讲来遮提亲啊。阿爸，你咧讲啥物啊？讲提亲啊，讲啥？敢讲恁两个还袂拍算要安定落来啊？毋是啦，我叫是。你叫是讲安怎？我就是讲，阿爸会感觉阮两个人无啥物经济基础，两个人阁住足远的，一个在台中，一个在南部，感情较歹维持。啊，你就是讲，我对恁两个感情、恁两个未来无信心，嗯？啊，毋过办婚礼、食喜酒的代志要安怎？哎，那这代志哦，哎呀，唔能够老古板啦啦，人即卖新时代，啊，两个人结婚吼，是因两个人后摆爱幸福，啊，咱唔通阁用迄个传统的想法哦，去甲人阻挡。阿母，我话都还袂讲出来咧，你嘛听我讲完，我知影要怎处理啦，吼。好啦好啦，安尼我着看你安怎处理。看就，阿妈，你要夹到我讲话哦。嗯。啊，这我的宝贝孙啊呢！啊，我一定要好好监督。好啦好啦，其实哦，啊，婚礼喜酒无办无办，无要紧。恁少年人讲好就好啊。日子哦，是恁两个过。上重要是哦，两个人共心无啊。明珠啊，我感觉你哦，勤困老实。虽然无多份闲机啊，享受荣华富贵，啊，不过两人哦，会当安安稳稳过一世人，迄嘛是种幸福啊！啊！哦，好，好，好，阮囝今仔日咧讲话，我上喜欢，讲了足好诶！感谢你对我的信任，感谢你愿意将这么好的查某囝交我。不行，好了，以后恁两个别安尼行哦，恁两个少年人，家己计划好就好啊。啊，我百分之百支持恁，嗯。贤妻啊！啊，动车时嘛是伫咧这条路，伫咧脚后壁遐。啊，你甲我叫，然后甲我带转去厝里。原本是想要请你起来坐一下，煞乎你甜条条。贤妻啊！我知影你要讲啥，你叫我好好照顾家己。你会为咱的未来好好认真打拼，对吧？你真了解我。我嘛爱请你对我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家己。你莫有家己伤大压力啦。阁有啦，阮阿爸讲的提亲，迄你嘛免伤着急。你决定好时间，规划好，想要来的时阵。才来啦！我知影啦，行。
好丽耶，这是啥？谁啦？哦，摕出来。哦，哇，足水诶！这件衫是买给你的啦。多谢你。我用这块布做衫，一领给阮阿爸的，一领就是要给你的。因为恁两个人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查甫人。贤姐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对我这么用心。哎呦，我知影，因为你赚钱的代志，啊，感觉压力足大的。啊，不过你看。我的手艺，我会当做衫来赚钱，无一定爱受你的照顾。明楚，你一定爱相信，我是有能力会当跟你做伙面对所有的困难的人。贤姐啊，你对我足好的，多谢你。对啊。你看，啊，这是，这是头家娘替咱求的，嘛是头家娘对咱的祝福。头家娘对咱祝福的，咱若认真打拼，唔通辜负因对咱的祝福。啊，对啦，这给你。是啥物啊？提醒你啊，写批给我啦。啊，每一个批夹顶面哦，我拢打邮票啊。啊，毛写阮家的地址，安尼用保证讲，你寄给我的每一张批，我拢收会到啦。恁哪会这有心啦？当然爱有心啊。因为你写给我的每一字、每一句拢足重要的。啊，我有闲的时阵会写批给你，你也会寄回哦。我唔知啊，我有时间写批予你无？你若无时间哦，你凊彩写就好啦。啊，若无吼，你迄批纸顶面用迄豆油滴两滴啊，对我来讲就袂输敢若讲吼，是千言万语啊。坐落来啦，汪敏智，我的运气。真的是足好诶！我伫阮家路口捡到一个对我这么有心的人。我运气嘛真好啊！这个世间上人遐尼多，人海茫茫，我煞捡到你捡到。兄弟啊，我看咱卖讲再见啦。卖讲再见？安尼要讲啥？要讲。我暂时离开一下，咱暂时离开。啊，我现在要暂时离开一下啊，你也保重啊。好，安尼，我嘛暂时离开，我会等你哦。阿爸母，我回来啊！阿母，明珠啊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来来。我谢你，谢你，谢你。好，我走开啊，阿哥你煮，阿妹要食饭啊。哎呀，阿母啊，我袂枵啦，啊，才拄好回来啦，你嘛回去休一下喘呢。
阿爸母，这是贤妻的阿爸母要送给恁的礼物啦。啊，你回来有先我来贤妻因家哦？阿姨跟我讲啥？伊叫我讲吼，爱好好照顾家己，对伊爱放心，啊，莫有家己伤大压力啦。啊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你看人查囡仔人偌大心嘞，啊，是讲你对人有啥物拍算哈？啊，当只退伍尔，双手空啰嗦，会当有啥物拍算啊？你吼，着爱赶紧去找一个头路，啊，好好拍拼，吼，咱有迄才调，有迄能力会当饲一个家啊，啊，毋则会当互查某囡仔有一个生活的保障，吼，是毋是安尼？是啦，阿爸你放心，我会好好拍拼。阿母房间哦，拢替你拼好啊，啊，恁小弟小妹哦，家家串串拢出外去住，以后换你回来陪阮两个老的。幸福。